小姐说，骑士团也会帮雷泽准备酿酒材料。算算时间，今天应该差不多了。我们过去看看吧。也不知道雷泽那边补课的进展是不是顺利。砂糖小姐，前辈，泰摩，请帮我拦住他。哇，吓我一跳，你们两个怎么慌慌张张的？是这样的，我和砂糖小姐说好要一起把酿酒材料交给你们，可她一听说雷泽也要来，说什么都不肯留在这里。我不擅长和陌生人打交道，只要材料能平安送到就可以了。这怎么行呢？既然是我们两人合作完成的，就应该一起出面，我不能抢了砂糖小姐的功劳。不是功劳什么的。这么看来，骑士团准备的材料是生物炼金的产物了。对，是四倍田日落果。四倍田，普通的甜度还不够吗？而且为什么是日落果？这就要从头说起了。我很喜欢闻酒的味道，对酿酒这件事情也学习和总结过一些经验。从结论来说，原材料的甜味是必不可少的。为了选出最合适的那一种，我找来了蒙德周边所有含有甜味的植物和果实，逐一试吃并记录了一份完整的清单。不同地点的同种素材也纳入了考量，比如清泉镇附近的甜甜花会比誓言甲的更甜一些。哇，听上去工作量好大。没关系，这就是我身为骑士团女仆应该做的。能够代表骑士团找到守护的执着，对我来说也是无上的荣幸。诺埃尔的眼睛在发光，但我觉得他是被丽莎小姐给……说回正题，只有我独自进行评测的话，我会担心陷入主观。那天正好遇到了从实验室里出来的砂糖小姐，就问了问她。怎么了，砂糖？我突然想起来，我出门是为了去领最近进口的一批实验器材。啊！看你们的脸色，该不会是把这事情忘记了，一直在实验室里待到今天吧？是的，对不起。别在意，我也有责任。器材我晚些再去找马乔丽小姐吧。诺埃尔，你先继续说吧。是。是，砂糖小姐不愧是专业的研究员，对我的清单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就不用特意夸我了啦。在那之后，诺艾尔也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他明明不认识那位名叫雷泽的少年，却做得那么认真，让我很感动。但在我看来，现有材料都不足以达到完美这一要求。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含糖量高又便于发酵的水果。最后，我从清单里选择了果酒壶周围采集的日落果样本作为基础，将它改良。通过生物炼金放大甜味的特征，再加以实验对照。一旦开始做实验，砂糖小姐的毅力就令我自愧不如。都说了，请不要夸奖我。总之，武士日落果改63号四倍甜度版终于研发成功了。甜度经过严格测量，色泽和饱满度也是一流的。
诺艾尔把它简称为四倍甜日落果。可惜现在的条件还不支持大规模量产，这次能帮上雷泽就好了。喂，你怎么回事？旅行者，我还有一些话想说。从小到大，我都生活得很幸福，虽然一直不太擅长跟人打交道，但父母从没对我提过要求。他们从没对我说过，你应该表现得更开朗一点，只是告诉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我知道，我是幸运的。雷泽的生活我从未经历过，也无从想象，贸然说这些话只会是冒犯。但我真心希望他能过得快乐，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砂糖小姐，对不起，我又来晚了。师傅，忘记看时间，一直在说话。没事啊，我们刚好也在聊天呢。总感觉这两天说过一模一样的话。等等，砂糖怎么不见了？竟然趁他推门出来的时机跑掉了。你好，我是西风骑士团的女仆诺艾尔。你好。这份材料请你收下，这并不是我一个人准备的，另一位炼金术士，他现在那个对，很遗憾不能亲手交给你。药剂、花蜜，还有风晶蝶一样的味道，对吗？哇，果然瞒不过雷泽的嗅觉呀。日落果比之前闻到过的都甜。可莉说过，炼金术超级厉害，能让东西变好。嗯，希望这种甜蜜的果子能为你们酿出最甜最好的酒。谢谢你们，下次等他有空，想当面说谢谢。交给我吧，我来想办法说服他。说服他不要每天都这么忙，然后就把他介绍给你认识。好，我会等。嗯，这下材料也收齐了，终于可以酿酒了。酒桶的话，我记得放在天使的馈赠摊位那边了。诺艾尔，那我们就先走啦。再见，祝你们一切顺利。这次的任务也算顺利完成了吧。啊，砂糖小姐的实验器材，我得去帮忙搬运才行。请勿大声喧哗，请保持安静。骑士哥哥，雷泽，这里这里，你们看看谁来啦？哇，这不是迪奥娜吗？我还以为你会来猫尾酒馆的摊位，结果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不可原谅。你怎么了？
让爸爸的朋友可靠的好人也对酒产生了兴趣。雷泽，你绝对不可以变成趴在酒桌上哇哇大哭的臭大叔。我不明白。听起来像是有什么误会。小可丽，你到底是怎么说的呀？我和迪奥娜姐姐说，雷泽要找妈妈，荣誉骑士哥哥在帮他，他们很难过，他们需要酒，所以想要你帮忙。还没说完，迪奥娜姐姐就回答，可丽，你不用再说了，这件事我一定要管。然后我们就一起过来了。好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迪奥娜，关于这件事，传达环节出现了一点问题。你们的意思是说，雷泽是想通过制作父母从前酿造的酒，来了解他们的过去？不是刚编了一个说辞在骗我吧？迪奥娜姐姐，对不起，是可丽不好，没有说清楚。你可不可以不要生气，帮帮雷泽做酒？我抓好多鱼跟你一起吃，那多多可以给你摸摸。我才没有多生气呢。可丽是想帮忙做好事，我明白。我刚才是因为不想雷泽被带坏，才不小心把声音抬高了一点点。既然不是要自己喝，那就勉为其难的帮你们一下好了。但有些事先说好，我平时调制的都是酿好的酒，现在突然要从混合原料开始制作，我也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哦。太好啦，迪奥娜姐姐是大好人。你们就会说好听的，看我的吧。搞定了，真不费力。接下来就得把它找个地方储存起来了。懂啊懂啊，等着风起涌。是要放在有风的地方吗？风起地可以吗？风很大。在蒙德只要说起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里呢。好呀好呀，肯定也要一起去。我还要监督我那个笨蛋老爹，就不跟过去了。可丽，下次再一起玩吧。好，约好啦。好巧好巧，你们也来了。卖唱的，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一觉醒来，空中飘来一阵特别好闻的味道，顺着果子的甜味一路走，就到这里了。对的，果子好甜，可丽也闻得到。因为我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在你们封上木桶，把酒埋进泥土之前，还需要再做一件事。还缺什么东西吗？雷泽，还记得那半瓶千峰佳酿的味道吧？里面是不是有一点苦味？有。那种苦味大有来头，就是这个蒲公英子。你们知道蒲公英酒吧？在蒙德人心中，风能够带回灵魂，也可以保存记忆。蒲公英子就像自然的宝石，汇聚着每年第一缕风。人们把它放进酒桶，就是把当下的风放了进去，美酒因而保留下此刻的记忆，直到永远。所以千峰佳酿就是最初的蒲公英酒。
我们的事情被酒记下来了。至于为什么没有固定的味道吗？因为放进去的材料完全自由。怎么啦，雷泽？你在想什么？爸爸妈妈的酒里，蒲公英子以外，不知道。我的酒里，有很多朋友的情感。爸爸妈妈还是不明白，但有大家，大家很努力。法尔加、师傅、可丽、班尼特、棕色猫叔叔、冷冷的姐姐、装笑的大人、灰灰硬硬的女孩子、风晶蝶味道的人、猫叔叔的女儿、律诗人派蒙、旅行者，每个人都记着。酒做起来很难，没有大家不会有今天的酒。和朋友一起困难不是困难，我很开心。谢谢，朋友也是卢皮卡。未来大家一起，我是人我是狼都没有关系，长大再一起来开这桶酒。精彩的发言，我这个吟游诗人已经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呢。接下来就把酒买好，慢慢等待它变得甘醇吧。哇，终于完工了，我也想好好庆祝一下了。没记错的话，明天就是归风日，对吧？哇，风神大人要回来啦！提醒我了，歌谣还没有背完，我得回去准备举杯仪式。各位朋友，明天再见了。今晚好好睡一觉，明天早晨记得迎着清风叫醒你们的耳朵，然后来听最好的吟游诗人演出。泽刚刚很帅哦。帅是什么意思？就是厉害。没有，可丽才帅。雷泽刚刚很帅哦。帅是什么意思？就是厉害。没有，可丽才帅。总算等到归风日了，我们快出发，不要错过举杯仪式。风神了呢，
怎么都围在天使的馈赠摊位前？按照惯例，佳酿节上品质最好的酒要等到举杯仪式献给封神大人品尝过之后才能开售。大家都在排队等着呢。哼，对这些家伙来说，迎接封神只是个过场吧。丽莎小姐，你是来看雷泽的吗？嗯，之前还有些不放心，刚才和雷泽聊过几句，听说你们的酿酒之旅还算顺利，今天我也能安心喝一杯了。哇，你也？雷泽他们已经在那边了，赶快过去吧。哟，你们来了！哇，这么多酒瓶是怎么回事啊？如果不知道，还以为你们也摆了个卖酒的摊位呢。这些都是我们帮雷泽准备的。妈妈说过，今天大家要迎接封神大人，要请他喝酒。如果封神大人高兴，就会变成风来祝福大家。我们想让封神大人高兴，让他帮帮雷泽。如意骑士哥哥，你看，这是阿贝多哥哥借给我的。这瓶是我的老爹们给的，还好没在路上摔了，也就装装样子，用完得给他们带回去。妈妈说，封神大人的酒量特别大，只要他想，一口气能把古酒壶喝干。这些再加上雷泽爸爸妈妈留下的酒，够不够呀？哦，律师人。各位，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今天我受西风骑士团代理团长秦小姐邀请，为大家弹奏一曲《千峰佳酿》。我会把最好的歌谣献给风，也献给在场的你们。我们把这些东西封进桶，等啊等啊，等着风起涌，把佳酿的瓶口先落上。南风和煦，北风猛，佳酿味道像什么？蒙德的名字，自由的梦。究竟是什么发酵成佳酿？探索的勇气，慈爱的温柔，守护的执着一如初，伴着千峰起祝颂，酸汁变甜，操桶润透。等啊等啊，等着风起涌。酒桶里面放了啥？小麦的金黄，前会葱茏。佳酿出桶飘来了什么？风铃的声音，万古的长空。我们伴着这些美酒唱起歌，等啊等啊，等着风起涌。千峰带走了什么下酒？琴弦上的故事，今夜的美梦。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开启美酒，敬献封神。敬献封神。没有风。可丽，别难过。怎么会这样？雷泽，封神大人没有回来，是不是他不喜欢我们准备的酒？才不会呢，小可丽知道吗？封神大人不仅会变成风，也会变成其他样子，所以今年他一定是变成其他样子回来了。啊，是吗？变成蹦蹦。好，就变成蹦蹦，听见了吗，风神？嘿嘿，雷泽，封神大人给你带来祝福了吗？嗯，跟你们一起说很多，学会了很多，现在不会害怕，这个就是祝福。别忘了，将来等你的酒酿成之后，我也要来喝一口。嗯，一起分享，一起回忆。不过可丽口渴了。
光顾着说话了，我们去喝饮料吧。我听说天使的馈赠摊位上新开卖的假日果酿可好喝了。我要喝，我要喝。嗯，大家，我们走吧。碎了敷在骨折的地方，丫头，你要好好活下去。留在这里吧，你是我们的希望，不要怪我，凯亚。做得很好，不愧是我的儿子，你永远是我的骄傲。没想到忙了那么半天，这酒还没酿好，不如将来等儿子开吧。雷泽，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哦，很有冒险家气质的名字，真好，就这么定了。Hehehehe